是怎么如何组装一支彩色笔。先用笔尖，然后用出你想要的颜色，然后再把这用这个把它敲进去，然后再用笔管用出你想要的颜色，七到八分吧。做了几支彩色笔？我今天做了三支彩色笔。哇，非常好！那我们看看别人做的怎么样吧。